那现在我到了我们明星私教100天的录制场地了，因为今天呢，孙教练在这就要录到中期的100天的中期，我呢是跟练到第4天啊，今天。那现在呢，我有一个新的感受，就是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作为我的私人教练呢，我一直觉得他很专业，很体贴。但是呢，在我跟练的几天中，我觉得他讲的真是太好了，越来越喜欢他。所以你看，就认识很多年的人，依然会因为他的才华呀、人品呐、专业性再次喜欢上。那按说呢，我今天应该是来监督工作的，但是呢，我今天决定来表扬和加油。现在是他们的午饭时间，我呢要加入他们的午饭，然后顺便把单给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突然间来，怎么样啊，陆德？你在不在我都会好好拍的。我们今天吃什么啊？我们今天的中午餐是非常的丰盛而又健康。由于呢，我们在座的有孟晚同学，也就是我们好看时间的教研组长，包括我们饮食瘦身100天的教研都是他写的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午饭呢，要严格按照我们饮食瘦身100天里面的2全蔬菜，然后是1手掌的蛋白质，就是肉类，加上1全主食来配比的。孙教练怎么样？科不科学？哎，非常科学哦。但是我觉得我能吃双份儿。哇，你看那蛋白质多好，多新鲜呀！大姐，你是不是也练了3-4天的私教塑身100天？我练了第4天。那你有什么感受？我建议大家轮流说一下。好的。哎，我好好听听。之前咱们说过一个词儿，叫做练的过程中要把脑子和身体连接嘛，就是在这几天中感受尤为强烈，对吧？就原来其实身体是我们自己的，但我们呢想动那儿想用这儿，其实没有那么准。就这几天我觉得是空前的知道哪儿是哪儿了。腿是腿，屁股是屁股。就我们经常说，就是运动的时候用脑子来运动，不要用屁股来运动。因为很多人练的时候只是我练了，就我累了，但是他不知道练什么了，所以练完了也没有效果。对，就是让你的脑子能指挥你的全身。哎，是的。我特别想问一下，就是群里女生都特别喜欢你，你有什么就是招女生喜欢的秘诀吗？就把每个女生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。哇，莫玛，你练了吗？我练了，因为我要测那个卡路里嘛，所以我跟菜菜两个人，我们就被迫着每天练，然后我们一天可能练5节，或者3节这种。哇，对，所以这个效果就比那个健身房的私教还厉害。哎，那我来采访一下你吧。大大。我原来觉得我在健身房都是瞎练，比如说我就今天想练肩膀，但是其实我在健身房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斜方肌就特别用力，然后久而久之我会发现我这特别发达。然后跟孙教练练之后，我前5分钟都是在教你怎么激活就是你的肩膀肌肉，所以真的是指哪儿打哪儿。点赞。脸红了，不好意思了，因为吃辣辣的。其实我们除了众多的女同学、女学员，我们的摄影老师，徐老师，大家好，大家请看他的身材，请给我们展示一下，哇，好粗壮。所以呢，我们整个团队成员，尤其是秦宇老师，就是在整个我们录制《塑身100天》全系列的过程中，就意识到就健身有多重要，然后健身能改变什么。我们是目睹他的胳膊一点点增粗增大，就练完强壮了起来，就发现人越来越帅了。再次感谢你，谢谢。来庆祝我们团队都越来越好看，干个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教练，你爱喝啤酒啊？对啊，长时间训练运动以后，身体丢失了很多糖分嘛，在运动后可以喝点啤酒，然后迅速的补充糖，补充体能，然后这样的话体能会快速的恢复。所以大家如果说练了1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，可以来一杯哦，没问题的。哇，咱们值得喝啤酒。我已经好久没和孙教练一块录像了，还挺期待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两个就录咱们明星私教100天里面的2集彩蛋，那大家就猜我会出现在哪2集当中。那现在我们就开工。我们不应该去找肩膀发力，更多的是靠你的后背来控制这个动作，一点点，然后往后拉，这样小幅度拉3次，好吗？然后还原，预备，准备，开始动，3。有没有感觉腹肌很酸？好，停下来。哇，有点像打拳的那个收膝盖的感觉。对，我发现刚做的时候，心里面默念着一个节奏，就会给自己更多的力量。哎，这个节奏很厉害，大家知道呢，一个人要连续修炼100天，需要什么呢？需要特别专业的导师。
需要跟你一起训练的同学，那还需要自己钢铁般的意志。现在这一切，这一百天中的每一天，每次酸痛，我们终于都熬过去了。所以接下来这一天呢，我们希望大家在全过程里都记取此刻，并且享受训练。虽然人的体力是在进步的，但是每一次到那个极限时刻，最关键时候都会累得要死。所以不是说我们越练越就越厉害，其实越厉害的过程中，你那种要死的时刻，就是每次的阶段还是要愉悦的，就又一遍感受。但是每次练完，我照镜子觉得，哎呀，又变漂亮了。